开饭了，姐妹们！今天我们简简单单的吃两只小龙虾。比如煎的，哇塞，这是好像是带虾黄的。哈喽姐妹们，今天我们吃关东煮串串和螺蛳粉。粥粥好厚，这是螺蛳肉。这个茶放进去。
这汤汁里面还有好不好多点。哇，这里面还有好多花生和腐竹。明天开饭了，姐妹们，今天我们吃虾虾组合，再来个红果虾。哇，哎呦我去，妈呀，这个脑子是我今天吃过最肥的脑子了。都是解冻食品而做，这会儿不能吃了。要说这柜子就是好啊，这一只200块钱。下面的狗肉类，大花虾，这个是叫花虾。来，我的小六汁。真的姐妹们，我这手机我都想去开个店了。咱家宝贝们点的最多的就是这个黑虎虾，之前吃过一个小的感觉不过瘾啊，今天买了这个超大只的。哎呀妈呀，这个黑虎虾虾脑子行，这我就不俗了。虾肉这肉超级厚，但是我觉得不如那个花虾的肉质这么嫩。那个海鸥虾，这个好久没吃了。哎呀，人家那个虾一掰就整开了，我这个可能有点小。一瓶条虾肉给它扯出来了，我觉得海鸥虾和那个红毛虾是最好吃的。这次买的海鸥虾个头太小了。